关于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，我们已多次表明立场，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。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，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，破坏了处理这一问题的政治基础。民进党当局不放弃台独立场，不改变对抗思维，一味搞政治操弄，妄图误导认知，欺骗民众，其政治图谋不会得逞。